好，来，我躺这儿，你躺这儿。那可能先这个。他哪个脚？就这个脚有事。这福妞，看小狗崽儿一会儿了啊，一会儿家忙啊，一会儿给你们看看啊，等会儿，我福妞希望这一个的啊。修这玩意儿吧，就跟修那个马场似的。马上哎，你可能给他干什么玩意儿？老师，你跟谁厉害呢？你说别的脚都不用修，就这几个脚就修。哇，别的都不用修。他肯定得劲儿，我告诉你，修完之后肯定得劲儿。玉米到时候了吗？啊？